尊敬的啊，诸位啊，传统文化的同道啊，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昨天跟大家有提到啊，啊，老法师。 给我们的教诲啊，饱含他的智慧啊、哦，还有他人生的阅历啊、哦。那因为老人家的经教啊，我们很容易拿得到。哦、容易拿到的东西啊。 对我们也是一种挑战，啊，因为太容易了，就不容易珍惜了。所以，其实啊，顺境比逆境啊还难修。啊，逆境一线前呢、啊，我们警觉性高啊，啊，挑战来了。 考验来了，但是顺境啊，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考试啊、哦。所以俗话讲啊，逆境磨练人，顺境淘汰人。而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呢？ 啊，比方以承德，啊、哦，快五十岁的人呢、啊，从小成长的环境啊，没有吃过什么苦，哎，也没有下过田呢、啊，啊、哦，没有辛劳啊辛勤的劳作过的经验。 就像生长在城市的小孩啊，你问他白米饭从哪里来的啊，他会说从超市来的，他可能连稻田都没有见过哎，这就是他成长的背景，除非是非常有心的父母。 跟老师能够在很多机会点去引导孩子，不然他怎么懂啊？啊、哦，所以在《贞观政要》啊里面有一篇记载啊，唐太宗先生。 哎，怎么教他的孩子的？哦、这一篇里面提到了，哎，哎，太宗跟孩子在一起吃饭，哎，就问了孩子：“你们知道饭吗？就是饭怎么来的？”啊、哦，就开始引导他们了。 那，哎，吃完饭了，出门了，啊，骑马，啊、你们懂得马吗？哎，接着就跟孩子说了，啊，马虽然服务我们了，也要善待他们呐，啊，你不善待他，他会跑掉的。 其实不只是要善待马，善待人呐，啊，就像现在富贵的人家都会有请保姆啊，父母怎么对待这个保姆的，影不影响小孩啊？你看一天当中。 有多少个机会点呢、啊？接着，同一天呢，哎，刚好要坐船呢、啊，啊，太宗又问孩子了，哎、啊，你知道水吗？啊、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借由沉船的时候啊，提醒、啊、这些皇子皇孙呐、啊，要善待百姓啊，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啊。孟子说的“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啊其失天下以不仁”。 其实不只是治国如此啊，啊，治团体亦如是。一个团体有没有凝聚力啊？看这一句就知道了。啊，领导者爱敬团体的人，就有凝聚力了。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哎，结果啊，走累了，在树下休息了。啊，太宗又问了：“你知道树？哎，你知道木吗？”啊，木头啊。 接着又引导孩子啊，啊，木受神，啊，那个神木、啊，啊，木受神，则直啊；后受剑，则胜啊。不可能有木头长得直直的啊。啊，一般在大自然，哎，它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弯曲啊。哎、透过墨绳一弹。 啊，再把它锯下来啊。好、啊，木受人则直啊，后受见，啊，一个王者能接受劝谏，就能成为圣王。所以事实上啊，会不会引导，会不会教啊，差很多啊。 但是，当父母、当老师，也是要透过学习，我们才懂得更深入、更广啊！啊，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哎，不止孩子如此啊，其实，在五轮大道当中，这些道理啊。 没有机会去深入经典，读到博士也不一定懂啊。哦、所以《朱子之家格言》讲的很恳切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 哦，这个经典呢、啊，重要啊！啊，《了凡四训》里面提到啊，“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啊。”佛法、正法即在经教经典里面啊，能深入了，才能判断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啊。 啊，不会判断了。现在社会的诱惑啊，比起五十年前，比起一百年前，那不知道大多少倍呀、啊！现在还不教，你说现在的孩子，他的人生能抵得过这些诱惑吗？ 所以了凡先生这一步啊，《了凡四训》呢，我们用心的去念呢、啊，感觉他老人家非常非常的慈悲啊！啊，而啊，我们有一位啊汉学院的同仁啊，他是毕业了。 哎，还留在我们汉学院服务两年，啊，他深入啊去研究了了凡先生的家庭啊，发现到啊，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他的曾祖啊，都是玉知识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一部《了凡四训》呢、啊，可不是只有了凡先生的功力在里面啊。他整个家道，你看几代人都是预知实质啊，教出来的后代啊。这是宝典啊！啊，好像日本人对这一部书啊。 特别推崇啊,啊，反而我们啊、哦、自己啊，中国不够重视，华人不够重视，就很可惜了。所以他这一段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啊，无有正法。 何以参战天地？何以才成万物？何以脱尘离俗？何以经世出世啊，啊没有法，我们根本没有出轮回的机会了。没有法，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没有法，天地人三才的人会活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们俗话都说“虎毒不食子”啊，但是人现在一年的堕胎数相当惊人了。啊，以人身行畜生事，甚至是以人身造地狱业，堕胎是地狱业，更何况。 现在很多未婚男女，那不是多一个，不是多两个而已啊！我们看了真是心痛啊！人生难得经已得啊！佛法难闻，我相信。 这个中华儿女啊，没有人没有听过“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的啦。他没学佛都听过啊。这句佛号可不容易遇到哦。哎，祖先都有传承祖师道，可是我们也看到，学了佛法。 还是抵不过这些诱惑啊！所以我们的炎黄子孙，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东土难生，都有份呢。但是还在造地狱业，太可怜了！怎么醒过来？ 得要有人把道理给他讲明白呀、啊！啊，总在遇缘不同啊，他遇到的袁殊胜。他就能醒过来了。好、哦，哦，而我们冷静想想啊，现在的人有没有烦恼啊？ 啊，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现在人身心能够很健康的人，不是太多了，或多或少啊，都有身心上的障碍啊，那他有身心上的障碍。 就有需求啊啊！只要我们啊很有耐性啊，又能够体恤他的状态啊，应激呀、啊，跟他交流引导啊，甚至是先表演给他看啊，让他生欢喜，让他生信任啊，让他感觉、啊。 你的言语都是为他着想，啊，我们佛门有教导啊，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他现在忙着赚钱，你要跟他说死生事大，他不一定相应啊，啊，他甚至自己觉得。 还误会了，你是不是咒我啊？但是经典里面可不可以帮助他把事业经营的稳定，经营的更好啊？可以啊，这刚好跟他相应了。啊，所以我们说法呢，啊，要气理。 还要契机呀、啊，可是契机呀、啊，得先放下自己啊，去感受对方，才能契机呀、啊。不然我们就会落入我见呢。啊，我觉得应该给他讲什么，啊，我非讲到他接受不可。啊，有时候变成讲到最后啊，啊，他一看到你来了。 赶紧躲开了，啊！最后我们的结论是，真没有善根，啊、哦！那到底谁没有善根哦？这个还很难讲哦，啊、哦！我们这个盖棺论定哦，不能下得太快哦，啊、哦！所以老法师有一句法语很重要啊。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决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好、哦，当然这一句话，老人家是说社会大众哦，其实延伸开来，就是我们接触的一切人呢、啊，啊、哦，包含我们自己的家人、同事，啊、哦，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啊、哦，反省就是开始觉悟，啊、哦，发现自己的过失，立刻就要痛改呀、啊，改正自己的过失、啊、叫真修行。哦，老人家这段法语很精彩呀，啊，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这一个专题开始啊，啊，陈德应该听了有三百遍以上啊。从一开始听啊，哇，这这两个小时太重要了啊！听到一百遍左右了，哇，这每一段太重要了。接着继续听下去、啊，这每一句太关键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大众啊，学习呀、啊，不能学一遍两遍要学过了。我们的根性啊，得重复学习。老法师曾经说过，一片光碟可以开悟哦。好，有没有人试过？哎，看一片光碟。 一直深入，好、哦、啊！我也曾经遇到啊，啊，有同修啊问我啊，他说想参考陈德讲的啊这个光碟啊啊，他就说，呃、哎，那我一一片呢、啊，啊，老和尚说一片要看三十遍呢、啊，你看我是不是看三十遍好？ 我就跟他说啊，你假如看到第三遍想吐了哈、哦，就换下一片 <laughs> 你看法无定法、啊。<laughs> 哦，假如你看到第第三十遍还有味道，你还可以再看，没关系。<laughs> 哦，那当然呢，这些同修很有善根呐。为什么？因为老法师说的。 他们就很肯这么做了哈，啊啊！但是呢，陈德是有点担心哦，啊，看到呢，啊，你一看到我的人呢，你就害怕了哦，啊，这样怕会有反效果啊，啊，所以为什么法没有定法？ 得看实际情况啊！哦，我听说啊、哦，还有同修啊，啊啊，把这个幸福人生讲座呢放给四岁、五岁的孩子看，啊啊，还说孩子很喜欢看。哦，我还确实还是有点担心。<laughs> 哦，因为那里面内容有时候会探讨。 啊，我们怎么教育小孩啊？我们现在当老师、当父母的，啊，是不是有哪些不妥啊？他那个受众啊，应该是主要是成年人。哦，你哪怕是啊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呃，你也要父母陪伴啊，甚至于父母的心态很好。 哎，当孩子听到说，哎，父母有这个不妥，哎，父母的心胸宽大啊，对，啊，爸爸是做不对，啊，你的缘比爸爸好，啊，爸爸在你这个年龄没机会学，啊，我们一起学习，啊，爸爸一定用心去改，心态对了，事事是,是好事，没有坏事。 哪怕我们以前做错事了，也不是坏事。法是圆的，正法是圆融的。我们祖先留了一句话给我们：“浪子回头金不换”呢。所以不要去担忧曾经犯过的错误。 重要的是，我们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它。啊，很可能过去的错啊，会成为供养别人的资粮，因为我们浪子回头了。我们侃侃而谈呢，可能犯同样错的人就醒过来了。啊，所以像刘素云老师。 他曾经得过红斑性狼疮，啊，哎，他一转过来，他到医院去劝这些生重病的人，人家很容易接受啊，啊，承德去劝，可能讲几句话，让他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啊，他可能回我一句：“你讲的很轻松，你又没有得过。啊”我可能就接不下去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缘不一样，但是只要觉悟了，就没有坏事了。重要的是，我们得赶快觉悟啊！觉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金刚经》开头：“着意持波，入社会大城起时。 都是日常生活啊，是不是佛法？是佛法，觉了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所以佛门有十存五观呢、啊。他吃饭是用觉性在吃啊，是用菩提心在吃啊，念众生恩，念施主恩呢、啊。 啊，迷了，那吃饭就增长贪心了、啊。哦，啊，所以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说引禅宗的一句话说：“你会吗？”哎，我们会不会修啊？啊，其实会修啊，啊，就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都是升起菩提心啊，升起正念啊。其实怎么修呢？也是昨天跟大家说到，老法师强调最多次的那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昨昨天举了一句哈、哦。 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其实这一句我们能落实了，就会修了。啊，就入不饿了。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他不饿了，啊，不是佛法不离生活而言，佛法就是生活了，不离耶，那还是饿哦，啊，就是生活了，那就不饿了，啊，所以这个老人家重复最多的话。 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啊，其实说实在的，每一句都是指导我们会修行啊！啊，只是啊，陈德举的是频率比较高的。还有一句大家一定很熟的：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会修行了。 那老人家还有补充啊？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修。哦，那个是法身大师啊、哦！啊，我们先带业往生啊、哦。那我们就要能在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能够关照到有没有分别执着。 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哎呦，这个念头执着了，阿弥陀佛，马上把它打掉了。哎，这个念这个念头有贪呢、啊，有嗔呢、啊，赶快阿弥陀佛，不能让它相续了。老法师讲道啊，我们修行。 要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哎，我们要去观察老人家讲经哦，他老人家不是照本宣科哦，他是娓娓道来哦。 都是他真实下功夫的心得哦。那我们在从事教育呢，我们跟孩子开解的每一个故事，二十四孝，是不是我们也是自己落实的孝道？跟孩子娓娓道来啊，颇有感触啊，甚至讲到。 自己呀、啊，自自然然流下泪水啊！当下孩子的心很单纯的、啊、马上感觉到你的孝心啊，他的善根呢、啊、也被你的泪水啊带动起来了。其实啊，承德是特别怀念啊自己。 教小朋友的那两三年呢，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们可能是极乐世界来度我的，啊，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啊、哦，比方说，啊，我我自己呢，家族啊，超过一半以上啊，都是教书的。 那很奇怪了，我的时间还没到，都没想过要教书啊！啊，连听了老和尚讲经了，都觉得嗯，教育很重要，还是没申请说要去教书啊！啊，结果很幸运呢、啊，啊，刚好我要换一个工作，啊，正准备要去做有机农业、啊。 差点就做了农夫了啊啊！其实现在也是农夫了啊啊、呃！我们现在从事教育也是在学生啊、呃、小朋友的心田耕作嘛。呵哦，那当时候啊、呃，本来打算去住一个礼拜啊，后来住了七个月。 啊，把心静下来了啊！刚好在这个关山呢啊，台东关山啊，旁边就是池上了啊。这个池上米很好吃啊！哎，昨天啊提了凤梨酥，还有太阳饼啊，应该再提提池上米啊。哦，啊，我在那那里的七个月啊，胖了五公斤啊。 我这一辈子胖最多的啊，就是吃池上米啊。<laughs> 结果我待到五个月的时候啊，突然当地有一个学校啊，有一个女老师生产了，要有两年的产啊两个月的产假，要找代课老师啊。结果啊，那一年调整政策啊。 本来是高中毕业就可以代课了，那一年要大学毕业才可以代课。结果大学生都到西部去赚钱了，我这个西部的人跑到东部去了，所以找不到人了，我推也推不掉。啊，所以昨天跟大家说，很多因缘很奇妙。啊，我们汉学院没人手了，哎。 英国法令啊，刚好今年规定啊，当届毕业生可以留下来工作两年。哇，一下子我们的人手才勉强撑撑起来。大家想想，你说这英国法令又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怎么会这么巧？哦，所以那一年刚好政策调整。 啊，他们来找我，我推了，推不掉，啊，硬着头皮去教了七个小朋友啊，一年级的，啊，我很怕把他们弄伤了，啊，都小小的，都是我们原住民小朋友啊，啊，哎，结果，啊，当时候，啊，我记得我妈妈听到这个消息。 啊！马上说，不要担心啊！想当年我教的班级六十多人一班，你才七个人，啊，小 case，啊！马上从高雄赶到台东支援我，嗯，啊、哦，后来教了第一天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很难教啊啊！<laughs> 哦，啊，每一个孩子，啊，用我们闽南话说的。 高人有来历啊，啊，果然都是有来历的啊，啊，七个比他六十几个还难教啊、哦，所以啊，看到大家啊，从事教育啊，啊，陈德是打从内心敬佩大家啊、哦，我们佛门说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 啊，教育是良心的事业，是责任的事业，责任重大啊！不止还照顾他的慧命啊，还要顾及他的安全啊，啊，是蛮重的责任的啊。结果我教第一个礼拜啊，刚好在走廊上看到一些蚂蚁啊，路旁蚂蚁死了。 我就蹲下去呀、啊，把它埋了。刚好三个学生看到了，啊啊，他们就蹲下身来，老师啊，你在干什么啊？我说老师在埋蚂蚁，啊，入土为安。啊，哎，他们当时候听我讲话的表情我都还记得，啊，就点点头，啊，眼睛瞪得很大。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的心里说，听懂不懂啊？<laughs> 哦，结果隔天，哎，我又走在走廊上，哎，看到三个小朋友啊蹲在路旁，啊，我就蹲下去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他们回过头来看着我，很认真的说：“老师，我们在埋蚂蚁，入土为安。” 哇，那一刻啊，我眼前真的是光明了啊、哦！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父母给我们的表演就是一个意志，从来不谈利啊。兄弟姐妹哦，父亲兄弟姐妹五个人，从来没有因为钱这一件事伤过和气。 然后包含爷爷奶奶的事，哎，父亲都自己就处理了，啊，最后弟弟妹妹说：“大哥可不行啊，不能都是给给你这个尽孝啊，我们我们也得尽点心啊。”哦，所以好像也不习惯去谈钱呢、啊，哦，所以我的同学很喜欢跟我出去啊吃饭。 啊，吃饭啊，叫我去跟同学们说啊，这个 A A 制、啊，这个讲不出口啊，啊，我都会自己去把钱付掉。啊，这个不是我的善根哈、啊，这个是父母啊，就是这么给我们表演的啊，所以陈德说、啊、这一生呢，最幸运的两件事。 啊，第一个就是做了啊父母的孩子，啊，第二件事啊就是遇到师父上人这么好的老师，啊，所以人生已经撞翻了，啊，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啊啊，既然已经很满足了，哎，接下来要报恩呢，啊，知恩报恩呢。 哎，活一天，啊啊为佛法为众生，为什么？因为做这个事啊，父母高兴啊，师父上人高兴啊，所有曾经啊，尤其啊，承德这十多年，多少人帮助我们呢、啊？啊，在马来西亚，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 坐着轮椅呀、啊，啊，到我们接待室，啊，拿出一笔钱呢、啊。钱虽然不算很多啊，很大，他把他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那个钱币啊，堆的一盘呢、啊，那钱币堆起来啊，我们看的很动容啊。 他的孙子带他来捐的，你说这是，这怎么回报啊？这只有用真心才能回报啊，不然报不了啊！啊，就像两文钱的故事啊，这一位女子两文钱捐了、啊，哎，主持非老身轻颤呢、啊。 无以报德啊！这个故事跟我们也很有关系呀、啊！啊，自己走在这条路上，啊，多少有缘大众的支持啊！啊，在我们可能有点低潮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的真心啊，鼓舞了自己呀、啊！啊，当时候我们在。 庐江的时候，那不知道有多少长者、老人呢，都把我们当亲生孩子一样啊！各地好东西呀、啊，我们都吃得到啊！啊，烟台的苹果，啊，大连的樱桃，这个都是顶级的、啊。 都寄到庐江给我们吃，啊！这个物品背后，我们的那一份心啊，我们要放在心上啊，哦，哦，所以这三个孩子的这个，我们一讲，他就能学的态度啊，让我觉得啊。 当老师太有意义了，啊！因为我在社会摸索的过程，好像不少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我我好像提不起那种动力啊哎、嗯，啊！我曾经也在商业界走啊，啊，也做做过 top sales 啊。 啊，后来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初一就同学了，啊，现在算一算呢，那也是三十七呃三十六年的老朋友了，啊，他后来有一次跟我说，呃，你就根本不适合做生意的，啊，他说你就像个老学究，哦，啊，我当时还不知道学究是什么，哈。 啊，最近读了一本书，很好啊，叫《春学教育，啊呵呵，啊，原来是指这个私塾老师啊。其实同学那么小的年龄啊，特别了解我们的那种年龄呢、啊，不怎么包装的啊。念了大学，出了社会了，比较会包装自己了。 啊，那种年龄的朋友、啊，哎，啊，每一次见面都很亲切、啊。哎、啊，结果这三个孩子的表情，啊啊的受教啊，就让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了啊，我回去我就要考老师了。啊，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啊，教了两年。 不是看到的现象，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年不如一年啊、哦，觉得啊，老师的责任就是培养好下一代啊。哇，可是看到这个情况啊，啊，自己也觉得很不安呢、啊。哎，因为有老人家的经教知道了，是缺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可是自己也缺啊，所以就辞掉工作啊，到澳洲金宗学院学习啊啊！其实我是听了老法师啊，有一片光碟啊，叫《五年做真菩萨》啊，听得我慷慨激昂啊啊！然后老法师说：“肯发心来的。” 没关系，我们上下铺啊，都可以让他挤进来啊。我就去了啊，啊，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当时候呢要去参加佛学讲座啊，是六月初还是六月中就要到了，可是我是六月底才带完班啊，才能报名。 然后主办单位说那不行，啊，你得要准时到。我说那没关系，啊，我等下一期吧。啊。哎，还是把这个班带完了。啊，结果啊，我还没去呀、啊，就有人帮我去跟当时的总干事说了。说完之后，总干事批我可以，哎，去参加。 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啊，常常都会遇到什么抉择？义跟利的抉择。哎，你到底是选择义还是利？但是那个抉择之后的人生就不同路线了。其实，陈德做 Top Sales 的时候啊，就遇到义利之变了。 我看到我的业绩不错啊，可是上课很贵啊，上完课的人没有真正解决他的问题，他家庭的问题，这个钱我赚不下去了，就因为赚不下去了，就有同事送我老法师的录音带了，他当时还说。 啊，是一个大陆人讲的，啊，那时候只有录音带啊，还还没有 C C D V C D 啊，我就以为哦，这一位法师是在大陆，啊，哪知道我在听的时候啊，老人家还在九美图书馆，后后来我知道的时候，老人家已经在新加坡了。 但是那个录音带一听啊，哇，一发不可收拾啊！哎，好像这个成语用错了啊，“欲罢不能”啊，啊，大家看得出来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啊，用错了啊，修正一下，“欲罢不能”啊，啊，所有这些人生的疑惑啊，随着每一片光碟啊,啊，慢慢消除了。 因为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啊，我们心里还有惑啊，我们怎么去帮学生解惑呢？啊，自觉才能觉他。结果去了澳洲，前前后后五个多月，啊，但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啊，还是留不下来。 我又回来了，但工作已经辞掉了，哎，继续考啊。可是我回去的时候啊，离考试呢还比较远啊。我一个师资班的同学同学跟我说：“哎，我们学校啊缺一个老师啊，啊，缺一个学期啊，因为他的老师啊教书四十年。” 最后半年呢、啊，他说真的教不下去了，啊，提早退休了，啊，叫我去带那一个学籍呀、啊。哦，这个班呢、啊，真的不简单，啊，四大天王啊，啊，大家不要误会是刘德华啊呵，哇，真的不容易带。 啊，所以那个学期带下来啊，啊，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的佛菩萨来锻炼我的，哦，那个代班呢、啊，啊，very exciting 啊，非常刺激啊，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常常要背英文单词哈、啊，<laughs> 我我怎么形容这种刺激哈、啊，啊。 就是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学生呢、啊、很乖啊，一个一个男孩，非常乖，啊，他就跑到我讲桌旁边了，啊，笑着说：“啊，老师啊，老师啊，哦，我们班那几个最调皮的那个同学哦，啊，他们说来到学校都想说，哎呀，今天老师不知道要出什么招了。” 啊，他是笑着跟我讲的，啊，我听完之后啊，冷汗直流啊，啊，因为我每天来都想说，今天不知道学生要给我出什么招了，<laughs> 哦，所以能够带下来啊，那没有活菩萨加持啊，不可能的，<laughs> 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自己有业力啊。 我们有习气呀、啊，学生他也有业力呀、啊。再来，不止他的业力会起作用啊，整个社会，他整个家庭的业都会影响他呢。啊，现在头号魔王手机啊。 你看，连大人都抵不过了，小孩怎么抵得了啊？所以现在孩子啊，我我们真的要更有爱心啊，更有智慧啊！啊，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因为孩子的这个状况啊，把我们的道心呢、啊、更加的坚定。 把我们教学的能力功夫啊，更加的锻炼出来啊！其实老法师说，爱人就是爱自己呀、啊，治他不饿啊！啊，我们这样在劝学生的时候，事实上受益最大的还是自己呀、啊。 啊，老法师说：“啊，我讲经几十年了，啊，别人有没有受益我不知道啊，哎，但是我把我自己劝明白了，好，那后来啊，啊，这个终于这个班带完了，啊，送他们呢出校门啊。” 啊，亲自送他们出校门。啊、哦，哎，走着走着，我就看后面有一个男孩，哎，他是四大天王之一哦。后来我让他当班长啊，哎，哎，转变还是蛮大的。哎，我看他好像表情有点不一样啊，是在哭了。 啊，我以为他怎么了啊啊，我就停下来了啊，我就过去了，我就牵着他的手啊，你怎么了啊？哦、啊，他他马上喊了几声呢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啊、哦，所以刚刚啊，跟大家说呢，我说这些孩子真的是极乐世界来度我。 啊，因为陈德毕竟啊是一个啊刚教学的老师啊，啊，哎、欸，学生给我们的这些反馈啊，哎、欸、对自己一生走教学的路啊，很大的鼓舞啊。好，包含把他们送走了，啊，回到教室啊。 一眼望过去呢，已已经是离开学校了，怎么还有一个桌上有一本笔记本？这么巧啊！我就走过去，哎，奇怪了，出门的时候怎么没有检查到啊？啊，我就把这个笔记本拿起来，哎，这是谁的？一翻，啊，一位。 啊、呃，女同学、啊，她把我在讲课当中啊，课本没有的，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恶之乐而乐”记下来了。啊，提到孔明，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我这个课本以外讲的东西都记下来。 啊，让我感觉，哎，是有学生能受教的啊,啊！我们听老法师讲经啊，老法师说，你办一个念佛堂啊，有一个往生啊，你就赚了、啊。同样的，我们教学。啊。 真有一个孩子成就了，我们就没白教啦。一个成为范仲淹呢，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能往生的、啊。啊、哦，所有善根，星星回向，啊，愿生极乐世界。 所以，深深感觉啊，啊，真的一切人、一切事啊，都是来成就自己的。哎，到底这个人，哎，来锻炼我什么了？啊，来提升我什么了？啊，这个事是来让我突破什么了？ 所以老人家常常举、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啊，其实啊，这个也是会修的表法。啊，我们刚刚说哪一句经教是教我们会修行啊？其实都在教啊。问题是，我们得赶快会啊。 善是善根呢，才是福德啊，所以善财童子表的就是当生成就的人啊，他当生就成就了，所以当生成就最明显的例子啊，《法华经》龙女八岁成佛、啊 再来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而每一个要求生净土的人，都是当生成就。啊，所以诸位同道，我们都是发了愿要当生成就。啊，今生不将此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呢？ 啊，我的目标非常好哦，当生成就，啊，永脱生死轮回，而佛经的提醒重要哦。哎，我们像不像善财童子啊？像了才能当生成就、哦，啊，菩萨。 表修德哦，佛表信德哦，修德有功，信德方显。哎，四大菩萨表修德啊，大愿地藏王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恨普贤菩萨。 那菩萨表修德，啊，那谁是地藏菩萨？谁是观音菩萨？谁是文殊菩萨？谁是普贤菩萨？我们要先是地藏菩萨，才能够带领孩子学地藏菩萨。 我们不只要跟他讲《地藏经》的故事啊，我们的身教也要落实地藏菩萨，那孩子就学到了。啊，所以老法师在十年因缘里面提的，他跟随李老十年，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啊，应对进退。 都是他的榜样啊，都留在了他的心里呀、啊，是他一生的保障啊，甚至是鞭策他一生的动力啊。所以，地藏菩萨是开发心地宝藏啊，不从地藏菩萨的表法。 入门啊，心地的宝藏开不出来啊！孔子也呼应了这一点呢、啊：“夫孝，德之本也；啊，教之所由生也、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啊，我当时候。 读到《孝经》这一句话，高兴的在家里面转了好几圈呢、啊。哎呀，我终于找到教育的本了，啊、哦，我总不能当一个啊舍本逐末的老师啊，啊、哦、啊、哦，不能当一个这个本末倒置的一个教学者啊。 啊、哦，所以心地的保障要靠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他就可以打开。啊、哦，但诸位老师啊、哦，法没有定法啊、哦，一般的状况是孝亲尊师打开的。可是你假如遇到一个孤儿呢？ 那能不能跟他说孝顺父母，啊，你的善根就能打开。他一听很不高兴了，他们都把我抛弃了，我都见都没见过，你叫我怎么孝顺他们？啊，这个时候他的缘不同，啊，所以这个法无定法，我们得去体会哦。 孝亲尊师，它更深的是什么？知恩、报恩，这是每一个人性德本有的。好，我们看《劝发菩提心文》，念本师恩，念父母恩，念师长恩，念众生恩，念师主恩，都是念恩。 那给予他恩德最大的，很可能就是孤儿院的院长啊，孤儿院的老师啊，他不是你亲生的父母，但是他却爱你超过亲生的，哎，他的感恩心也会起来啊。哦，所以这个应激说法。 其实跟我们关系呀、啊、很大的啊、哦，所以我们在听老还师讲经啊，老人家在教学啊，他讲的理，他用的心境，我们体会到了，一拉回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可以自受用啊，可以他受用啊，好用在教学上，孩子就得利益了。 那刚刚一开始啊，有跟大家提到啊，太宗教导他的小孩啊，我们昨天还提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所以太宗是父亲啊，可是他那一天在这么多机会点都懂得引导孩子，他也在做之师啊。 啊，甚至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不只是做姿势啊，他碗吃的干干净净，他也在以身作则给孩子看呢、啊。啊，所以教育不会离开三个范畴啊：言教、身教，还有境教。因为环境随时在影响小。孩。 啊，所以曾经啊、呃，陈德在南京啊，啊居美星啊教育中心啊，有去分享一个课程啊，叫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啊，这个因缘呢，啊，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居美星啊他们。 很用心啊，都坚持啊十几年了、啊。尤其暑假多办教师培训，那一年来了一百多个校长，还有幼儿园园长啊，在大陆叫一把手工程啊，啊都是负责人、啊、那陈德也从这一句话。 体会老法师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因为自己曾经起了个念头啊，啊，我父母都是台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啊，这么多亲戚都是老师啊，觉得，哎，教育界对我挺有恩德的，啊，有没有机会啊？ 可以跟教育界的人做供养，哎，这个念头啊起了，啊，没有多久啊，这个缘出现了，结果去的时候就想，哎，要讲什么题目啊？啊，就想到这个题目了，哎，一个校长啊，这个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他在抓的。 他可以影响多少孩子、啊？每一年都会有毕业生的、啊，每一年又有小学一年级又进来了，或者初中一年级又进来了，很可能经过他手上的学生呢，几千人都有啊。那一开始呢，也跟这些教育界的同道说到了，哎、欸，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做什么时候在做？哎，是我们上了讲台，是我们上了司令台，才在做吗？啊，我自己的经验，我念初中的校长，啊，蔡振宁校长。 有一天，我要去学校打球，远远看到校长的身影，在校园里面捡垃圾啊。你说，从那一刻我会去丢垃圾吗？哦，当然我本来也没有丢了啊、哦，就是说这个感动太深了。什么时候再做？ 其实啊，我特别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传统文化，尤其是家庭教育啊。没有这个机缘，父母的恩有多深呢、啊？自己不知道啊。稀里糊涂的、啊、讲着讲着，哎，回想很多情境了。讲着讲着啊，原来都是父母的身教影响啊。啊，没有父母的身教。 我们不会建立这些价值观呐、啊。有机会回到家，啊啊，因为这十几年都在外面比较多啊。哦，我妈妈有时候看着我，的哦，你有时候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哦，这当然了，那那个那个我们还差得远了哈、哦，就是说。 常常啊、哦，回家问导游了啊，沾一下酱油啊，可能就走了啊。那这个要很感恩了，父母啊对自己的支持啊。但是课程里面讲到的，有时候跟父母讲，他都不记得了、啊。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在看呢、啊。 孩子在学呀、啊，其实啊，父子连心啊，父母跟孩子连心，这是天性啊。啊，只要我们保持住了，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心境都在影响孩子，一言一行都在影响孩子。 啊，所以跟他们啊这些同道讲，哎，什么时候做？当父母的什么时候做？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在做？还是一生贵人？当企业家、当领导者、当干部，什么时候在做呢？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广东的企业家。 啊，他的一番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企业家对于国家的贡献，就是我们交了多少税金吗？假如我们的员工啊，从乡下来到城市，啊，他们赚到了钱，结果染了一堆习气，夫妻也离婚了。” 那难道这真的是我们的贡献吗？我们没有责任把我们的员工好好带好吗？再多的钱能买回员工幸福的家庭吗？他的孩子的一生很可能就走到歧路上去了呢。 这都不是钱能解决的哦，啊！所以山西有一个企业家，啊啊啊，李董，他说他办企业二十年，没有一对夫妻离婚，啊！我说我向你致敬，啊，他自己夫妻带头啊。 他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啊，他的母亲呢、啊，就是学伦理道德的，啊，所以这个企业家一看呢，像个教书的人，不大像做生意的人啊，他、啊、他有他的家教啊，啊，所以老法师啊讲经的时候说啊。 他的小学是在建瓯念的，好，我听了很高兴啊。为什么？建瓯在福建呢？啊，我们都是福建人呐。啊，哦、攀点关系啊，都是福建人啊。啊、哦，我们这个老人家还在福建待过好多年了。哎，这个功德呢，福建人修到了。 福建的整个社会风气啊，影响了老人家。啊，请老人家出家的呢，是福州人呢、啊。啊，三个月的时间呢，九次请老人家出家。大家要记记住哈、啊，这个是六十多年前啊。哦。 从北部坐车到台中，三个月坐九次，哇，真是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啊！哦，我说这个功德也很大，也哎也是福州人修到了呵呵。啊，哦，那再看这个九十年谱啊。 就感觉呢，万法因缘生一个人都是他所遇到的整个人世境缘，他才会成就他这样的人生观。哎，老人家第一个出生在儒家。 老人家只要不是出出生在桐城派的地方，老人家就不可能有那个基础了。假如是在上海，上海已经没有私塾了，在都市都没有了。桐城派清朝儒家最兴盛的地方，老人家诞生在庐江金牛镇。 啊，再来，又到了他姑妈家住，体会什么叫大家族啊？没有亲身体验过，怎么知道他的书圣在哪里呀？啊，承德自己只能想象啊，啊，就在那一两岁的时候，在那个四合院，啊，啊，还有曾祖母躺在床上。 啊，我过去阿宙，哦，你真乖哦，马上就拿糖果给我吃了。这这，我只有这样的记忆啊。啊，那种大家族的生活的记忆，我们基本上想不起来了。可是你看，老人家那时候到他姑妈家，所以老人家才说，我们整个文化沉船的载体啊，是靠家族啊。 可是现在家族慢慢都四维了啊我现在只要遇到兄弟姐妹还住在一起的，我说拜托拜托啊，你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啊，最少要三代同堂啊！三代同堂太好了，那个教校道啊，自自然然啊。什么时候教？每天都在教啊。 哦，水果买回来了，好东西拿出来了，一定是先给爷爷奶奶吃。那这个小孩就会觉得天经地义啊，这这不用教啦、啊。啊、哦，现在啊，住在都市里面都是两代人了、啊，这个要教孝啊，得很用心啊。 三四岁在大家族，小学又在建瓯。老人家说：“福福建都祭祖先呐、啊，啊，祠堂里面都立了一个牌位，天地君亲师啊。”其实、啊、这五个身份呢、啊？ 就是能生呢、啊，能生我们的生命啊，是是能成就我们的啊，五个恩德最大的，第一个天地养育我们了啊，第二个君，我们现在看好多地方在战争呢、啊，民不聊生呢、啊。 生活在恐怖当中啊，所以有安定的国家，这个是恩德啊。但这个军，它延伸开来，那所有保卫啊，甚至于让整个社会安定啊啊，我们说警察啊、军人呢、啊，这些都是啊啊，为了整个公共安全的公务员呢、啊，这个。 我们被照顾，不能都视为理所当然了、啊。那台风天，呃，他还去帮我们，呃，拉拉这个断掉下来的电线呢、啊。人家都冒着这种风雨、欸，诶。啊，所以一开始跟大家说，顺境不好修啊，啊，都被照顾的好好的，不知不觉就觉得应该的了，啊，法宝太容易拿到了。 就明天再听了，反正很方便了，啊，明天再听，明天再听，一年就过去了，两年就过去了，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愈合待乎啊？乎啊，不少人呢、啊，真想用功的时候啊，身体呀、啊、不听使唤呢、啊。 啊，承德也看到一些长者啊，接触佛法几十年了、啊，操心的事太多了，放不下。啊，每一次进念佛堂要念佛了，就开始打瞌睡了。所以学佛啊，老和尚的法语啊，看破放下。 不能瞎操心啊！结果后来年纪大了，老年痴呆了。假如他在三十年前就开始好好念佛，业障一消掉，就不会这样了。但是现在现前呢、啊，他想用功，没机会了。 他有没有那个福报？他有啊，他没有放下，他没有珍惜了。所以《无量寿经》这句话，我们要用心体会啊！啊，啊，一个勤精进啊，努力自求之啊，当勤精进，身安乐国啊，智慧明达、啊。 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啊！归复境界，在人后也啊！都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最后几十年就被我们耽搁过去了。好，那老人家就提到。 君天地君亲师，所以我们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要做得好，也都是要这三个精神呢、啊，我们都要展现出来呀、啊，才能把领导做好，父母做好，老师做好。 那也会请我们的同学啊、哦、发啊一些学习的参考啊学习参考的链接给大家哦。那我们每一次要讲课的主要的啊那个是学习资料啊、哦，其他呢，因为我们课程结束。 啊，每个礼拜课程结束有谈到的一些相关的老人家开示啊，啊，相关的课程，啊，是提供大家参考，啊、大家有时间呢、啊、再听。好、哦，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啊，都得化整为零啊，啊，想说整把整把时间听哦比较难。 啊，我记得我一开始学佛啊，就没有整把整把的时间听经了，见缝插针，吃饭的时候听经，开车的时候听经，啊，上下班是一种享受啊，呵呵一上车啊就舒服的就，啊就伴随着我们，啊上班的路路途啊上下班。 啊、哦，三餐啊，假如中午在学校吃啊，就听不了了啊。哎，最起码呢，早餐、晚餐，好，好，那这个军情式的链接啊，我发给大家。啊，我要先跟你们说一下啊，不然一发哇，这么多，把大家给吓退了啊，下个礼拜没人来了啊。 啊，但大家啊，不要紧张哈，Don't worry 啊，Be happy 啊，啊，大家有空就再听就好了啊，好，所以老法师他能成就这样的胸怀，他这样的文化基础，都有他成长的每一个因缘促成。 所以老人家很知道因缘所生啊，所以每一个过程他都特别感恩呢。啊、哦，我记得一九年，老人家在极乐寺讲了好几次，哎，我们赶快啊回香港，好，那大家尊重师傅啊，啊。 然后又觉得好像那时候的情况啊，啊还有其他的考量啊，啊就有点为难了。但是又看师傅一直在提提醒啊，要回香港。哦，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哈，我说师傅，啊你你你要回香港啊，啊你是有什么事吗？哦，大家有时候太恭敬了，没有问呢、啊。 哦，我就斗胆问了一下啊、哦。其实啊，我们跟善知识啊，不要不要敬畏到啊，不敢问。哦，善知识很慈悲的、啊，有问必答、啊。而且善知识啊，就像那个《礼记学记》里面说的：“善待问者如撞钟啊。” 啊，就像撞那个钟一样，你扣之大则大明啊，你扣之小则小明啊，你不扣，他就不明啊。好、哦，谁谁的功德很大？阿难尊者啊，啊、哦，很多布经都是阿难尊者问的、啊，哎，他一扣我就明了。 啊、哦，所以无量寿经就是阿难尊者。哎呀，今日世尊，微光赫奕，如龙精质，又如明镜，啊，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了啊，那、哦、哎呀，从昔以来所未成见，喜得瞻仰，深悉有行，啊，他就问佛陀了。啊，佛啊，你是在？ 想过去佛爷，现在佛爷还是还是未来的佛，啊！你怎么放这么殊胜的光啊？啊，佛，啊，经这个阿难一问，高兴的不得了啊！汝今斯问，啊，甚于供养一天下阿、啊、罗汉、辟支佛，啊，不失累劫啊！当来一切寒凝，皆因汝问而得度脱啊！ 所以善听啊、哦，还比不上善问哦。啊 <laughs>、哦，结果那那一次，啊、哦，陈德就斗胆问了一下，啊啊，师傅非常慈祥的跟我说啊，我们当时候啊，在香港啊，一开始啊，都是很多老同修啊，啊，一块，十块。 这样支持我们的啊，我们得回去呀、啊。就是我们香港的道场是这么不容易，老人家都把这些信众、这些弟子们一块两块这些恩德，他放在心上不敢忘啊。这个不单是在极乐寺的时候啊。 记得很多年前，在山顶花园跟师傅散步啊，啊，当时我讨论到啊，师傅啊，你现在一年了、啊，几个月在哪？几个月在哪、啊？就在那里讨论了、啊，我印象很深的、啊，啊，师傅讲啊，哎，不能太久啊，不回香港啊。 这是很多年前听的，跟一九年这个就连上了。好，哦，所以师父真的是把所有同修放心上了，啊，所有曾经啊成就道场的这些护法放心上啊，我记得。 我一开始可以亲近到师父的时候啊，啊，哎，我跟师父啊，我要回家，啊，我要回高雄，他一定交代我，你一定帮我跟简妈妈问好啊，哎，台高雄第一个净中学会，高雄净中学会，哎，师傅。 是不是我们的老师呢？哦，他的我们的法身慧命是他给我们的。可是你看，他时时弟子们的付出、护法们的付出，他是放在心上的。所以老人家能说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那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所以老人家讲课，那都是娓娓道来，都是他的心境，都是他修学的心得。其实，假如我们每一个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我们跟孩子讲的，每一句弟子规，每一句小俄语。 都是我们例行之后的心得，啊，那种摄受力啊，是决定不一样的。哦，所以老法师的法缘为什么殊胜？法缘殊胜是结果啊，原因在哪里呀、啊？这个得要我们会观察才学得到喽、哦。这个不可能。 师傅来跟我们讲啊，师傅他不会标榜他自己啊，得我们自己观察。啊。<laughs> 而且告诉大家哦，会标榜自己的哦，你得要会判断哦。《太上感应篇》说：“不脏人短，不炫己长。”哦。 哦，他会炫几场，你还听着听着哇，对他很崇拜哦。是我们没有判断力哦。好，不张人短，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了啊，真正我们要行菩萨道了，念念为他人着想。我这个话不是我。 我忍不住，我要想讲什么话，啊！一开口，就是为了要利益他人，啊！开口不利益他人，念一句佛多好啊！啊！不兴是语，要在正论了，啊！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帮助的话，讲出来还耗气呢，啊！当老师啊，要保持元气哦。 开口神气散哦，啊、哦，有时候一天教下来，啊，回到家，啊，啊，所以大家要常常做深呼吸哦，啊，要做腹式呼吸哈、哦，要吸到丹田啊、哦，啊，还要保持元气哈、哦，啊，所以我们真的。 要会观察啊，观察我们自己的师父上人，好，好。那昨天呢，其实跟大家有提到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时节姻缘呢，不等人呢、啊。啊，承德当时候啊啊，回到海口，啊，我们那时候推展传统文化，优秀班主任。 三字经没读过，《弟子规》听都没听过，是那样的背景啊、哦！哎，但是当时候政府发文改善青少年道德教育，哎，有政策啊，所以我们去推推展《弟子规》，哎，教育部门接受欢迎。 时节因缘呢？哎，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做就能做啊，都有时节因缘呢、啊。哎，老法师去到新加坡，啊，说，啊，两个人护持我，我才能留在新加坡，都是因缘呐、啊。 但是因缘随时会变啊！可是当因缘出现的时候，我们看懂了吗？我们看到了吗？我们掌握住了吗？假如没有掌握住啊，等姻缘过去以后啊，我们只有留下深深的遗憾哦。啊，我记得一九年。 十月，跟着老法师参加德国祭祖啊，第一次德国祭祖来了，一千三百多人很可贵啊！这个在海外，在欧洲能聚这么多人来祭祖。 而且一半都是越南人。其实越南呢，在秦朝，啊，就是安南呢、啊，啊，都是在我们整个大中华的文化圈呐、啊。我记得啊，隔天呢要离开了，当前一天晚上。 老人家非常慈悲啊，啊，约来这一次办祭祖法会的干部，啊、哦，那我们的会长刘、啊、会长，我非常佩服他，他找来的干部啊，一半是越南人啊。他感谢人家，照理讲应该是。 这个中国人出力出的多啊，可是他的胸怀，他觉得人家越南人能够这么同心协力也太不容易了，哎，找来一半越南的干部啊，跟老人家喝茶，老人家特别体恤人,人情啊，也是念着人家办一个法会不简单了，啊，主动的。 哎，我跟他们喝喝茶。哦，那后来那一天晚上啊，刚好承德啊，就跟啊我们啊整个法会的干部啊一起用晚餐。哦，那用完晚餐呢，啊，承德也是提到啊，啊，当时候啊。 老人家是九十三岁了，哦，陈德说，老人家已经九十三岁了，而一个僧人，他的理念可以推到联合国，而且给他一个办公室，这是空前的成就啊！ 啊，他的宗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宗教回归经典，这是真正能再让这个世界走回安定和平的唯一的方法啦。老人家有大智慧啊！哎，英国汉学院九十岁半呐、啊，这样的因缘没有老人家的福报跟威德。 不可能的啊！一个僧人能够在西方的一个公立的大学里面办一个汉学院，这个也是空前的。但老人家注释啊，这些因缘才能够不断接续下去哦，包含现在各地推一条龙啊。 这都是老人家的威德哦，福报哦。结果我讲到这儿啊，啊，后来这刘会长送我回去了啊，他在车上就说了啊，他说他以前觉得啊，这一些事情啊。 都是像你们这些高深大德做的事情啊！啊，他说：“今天我们这样聊下来，啊，他他觉得他知道，他也应该做了，这是他的孝心呢。啊，总不能让老人家一生的努力退回去呀。” 可不容易，可不容易，推到现在的里程碑啊！我们弟子们可要接棒啊！啊，我们希望啊，哎，下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会议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团体落实传统文化都可以去做报告啊。 我相信老人家是最欢喜的，因为这个时代啊，你光讲人家不信了、啊。老人家说他在庐江办教育中心是被联合国逼的，现在是信心危机呀、啊！你讲的再好，理想做不到，拿证据来啊！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去红明过后这么高兴，这么积极？ 因为他老人家知道没有办一条人要出人才不容易呀、啊，他为苍生为天下着急呀、啊，看到有榜样了，全力支持他、啊、而且还鼓鼓舞我们的弟子啊，你们要赶快办，我才注事啊。所以现在请佛注事，是我们每个弟子的责任哦。 他不是用感情哦，要用医教奉行哦，非常感应哦。刘会长在车上啊跟我说，呃，他知道啊，他也应该做了。隔天早上，老法师就把邀请啊，我们德国晋中学会啊，去参观宏明。 的邀请函了，啊，就给了刘会长。你说这是不是感应啊？<laughs> 念头啊，老法师说，一个念头骗虚空法界啊。啊，这唯一我们晋中同修代表，啊，到这个红明跟着大使们参观的，哎，就是德国晋中学会的干部。 感应不可思议呀！哦，所以机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德国激光学会疫情前呢还没有办班教学啊，他们刚成立不久。可是疫情发生了，他们到现在已经办了八九个班了，都在线上教学呀、啊。 所以世事无碍呀，啊，境界不是问题哦，有心呐、啊，什么问题都慢慢可以克服的，哦，而不止啊，哎，上天呐、啊。给我们宝岛机会啊，这机会还在哦，哎，哎，承德觉得。 上天呢，也给我们香港很大的机会哦！啊，老人家，我记得啊，在澳洲二零零五年啊三月啊，刚好啊，陈德去分享。 《弟子规》与佛法修学，我那时候还很挣扎一件事情啊！啊，因为跟老人家住在那个 High Feel，我每天都在挣扎呢。我是要备课，还是要去陪老法师散步？好，所以我也很放不下。啊，幸好我抉择对了。哦，我都去陪老人家散步了。好，老人家。 啊、哦，每一次啊，娓娓道来，啊，妙，这个妙语如珠啊，我马上就有灵感了，好，不然都紧张到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哈。那、哦、幸好做对抉择了哈。哦、那就在那几天当中啊、哦，印象非常深呢、啊。老人家走啊走啊，突然停下脚步啊，回头看看我。 澳洲啊，是这个地球上的净土啊！啊，我也有这个感觉。呃 <laughs>、哦，因为我第一次到澳洲，啊、哦，出了那个机场，哇，蓝天白云呢、啊，啊、哦，那个树都很大很高啊。我说哇，好漂亮啊，好像都是那种油画里面哦，还看到的那种风景啊。 啊，好像呃，每一个景都像画一样啊！哦，所以师父一说这个是地球上的净土啊，哦，我也是颇感认同。这次师父说啊，啊，虽然呢是人间的天堂啊，可是现在众生有难啊，我们也得下去呀、啊。 啊，老人家主要呢是在香港弘法。其实啊，承德自己的感觉呀，啊，老人家在香港啊，整个全大陆的同学们呢、啊，心安呐、啊。哎呀，老人家离我们这么近啊，在来香港毕竟是传统文化。 断了比较久的地方啊，再来香港造的业不轻啊。好，所以我曾经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哪里苦难最多啊？佛菩萨在那应化的也多啊。 哦，而现在的时界因缘，哎，香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哦，会给整个大陆很大的带动啊，这都是啊黄金的时界因缘啊。老人家还注视啊，都在护持着我们，而大修行人呢、啊？ 他的时时间是有限的，这一句话我是听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我们今天学圣教啊，要用孔子教我们的方法，举一反三。 要用颜回的学习方法，闻一以知十，一定要做这个转变，不然我们就会学成学术的佛教。老法师曾经说，六种佛教、哦，只有一条路是对的哦。学术的佛教，研究佛学哦，不是学佛，哦，解决不了。 轮回的问题哦，可是我们那个知识性的惯性啊，也得我们有绝招去把它转过来哦。我自己也转了很久啊，到现在还没完全转过来啊。为什么从小背东西干什么考试，被考试机器了，习惯了。 一遇到京剧了，不懂得用心领悟了，只是把它背起来，不得受用啊！哎，慢慢慢慢，透过老人家的教导，哎，懂得去感悟了，去用心了。啊，黄帝老说，大修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啊！哎，他举到了。 夏莲居老居士为什么晚年要编《静修结要》？他时间有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编《宝王三昧忏》？这《宝王三昧忏》呢，还没有最后定稿，下老走了。啊，黄念老，啊，在。 写这一篇，啊、哦，八文，写到虽然不是十五的月亮啊，也是十三、十四的月亮啊。我们现在想想，那夏老编《静修结要》，他早就看到了，看到我们未来的众生生活不容易啊，每天很忙碌啊。 你叫他每天可以一个小时来读经，几个人做得到啊？哎，但是他老人家把五经一论的精髓、禅、密、教、啊、这些精华都含摄在三十二段经文，我们肯随文入观了、啊，精华每天都在熏习啊。 可是，假如我们没有感觉到他苦心呢、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够珍惜了。弘一大师为什么编《格言别录》？明明就有格言连璧了，他为什么还要挑呢？他是大修行人，他看到我们未来没有大家族的锻炼。 人情世故啊，认识的不多啊。他挑那个最重要的，提醒我们了、啊。不然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人不知道啊，好心办了坏事不知道啊。祖师的表法要看懂啊。哎、啊，广清老和尚禅宗开悟的。 人家请教他老人家怎么修行啊？老老实念佛。他为什么不教他学禅啊？这些表演我们都要看懂啊。印光祖师为什么一再强调敦伦敬奋？假如我们佛弟子没有敦伦敬奋，表出来的法会让社会大众不认同佛教啊。 这样会，我们会以身犯法啦。提很多次的，就是最重要的。老法师啊，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号到马来西亚过年，当时候身边弟子也怕老人家舟车劳顿了、啊。 九十四啊，但毕竟孝顺啊，老人家坚持啊，啊，结果在马来马来西亚马六甲过春节，当初啊还跟徐景明老师通了电话，啊，那个电话也是让我们终身难忘啊。 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啊，开口就是民族啊，开口就是天下国家没有为自己想啊。这个都是长者给我们的身教啊，而且老人家一直强调，要来啊，华侨那么支持啊。 不忘这个恩德啊！我印象中啊，你看孙中山先生当时候要推翻满清啊，很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啊的支持哦，而且他们那个时候。 办学校啊，办华文学校啊，啊，那个名字都是，啊，尊孔啊，啊，一听就知道这弘扬中华文化的学校名字啊。那些老人家很令我们敬佩啊，好、啊，这个讲起来啊，啊，得得。 最少最少要给我半个小时才讲得了了啊啊！到时候啊、呃，我们有机会啊，再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有一千两百多所华小，诶，华文小学啊，读中六十多所啊，那是海峡两岸三地以外一道文化的风景线呢。欧洲。 这么多国家一所华小都没有哎，这不是偶然哦，这是结果啊。原因在哪？原因是努力过来的啊！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拿到薪水，一定有一份支持华文教育啊。他心是放在。 我民族文化的传承呢、啊，所以那都不是偶然的。所以老人家他已经九十四了，他还坚持去马六甲。我当时也不理解，也怕他老人家太累。现在我看懂了，老人家这一趟去完，啊，整个几十个晋中学会。 响应老人家重视一条龙，所以各地啊都在依循老人家的教导啊，他们还好把老人家有关一条龙的这些开示啊汇集起来，他们每个做法都是按照老人家教的，按照养正遗规的啊，对古法。 一点都不怀疑，结果就是因为马马来西亚的同学们这么积极响应啊，哎，连开全国晋中学会联谊，来的都是会长跟干部，主要探讨怎么落实一条龙。好，后来呢，这个联合会啊，录像下来了。 啊，我们发到欧美啊，啊，给同学们看，啊，结果欧美的同学都被带动起来了。所以老人家去马来西亚，现在看懂了，啊，他们教下来啊，很有效果啊，三天大学背起来了，七天中庸背起来了。 还有美国的同修啊、哦，本来打算到马来西亚去学习啊，过不去啊，疫情啊，啊，就这样靠线上指导啊，一年提升很大、啊。我们老祖宗的方法好啊，<laughs> 哦，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啊，这个信心有时候啊还不一定足啊，啊、哦，这些老师们一做。 很震撼了啊,啊！最近有一个同仁啊，我跟他认识也十几年了啊，他现在也投入了啊，跟这个孩子们在一起啊，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孩子起床，哎啊，早餐、中餐、晚餐都是他们煮的啊，整个环境都是他们打理的啊，哎，然后就读经。 哎，也有听经，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孩子们都很快乐，很欢喜呀、啊。他亲眼看到了，啊，很和乐，像一家人一样。他自己也很感动。他还没去以前呢，还说道啊，这样孩子会不会觉得烦呐、啊？学那么久，他自己都打个问号啊。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要做出榜样啊？ 不然，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做过啊，<laughs> 我们心里也会有低低谷啊。啊、哦，那当然每个地区的因缘不一样，可是我们那个信心要够，然后因地制宜啊，我们很好的啊，把这些理念呢、啊、融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些因缘条件，其实。 只要我们尽力了，孩子感觉得到了，家长感觉得到了。教育不是说他学了多少这些外在的数量啊，是我们的真心有没有感动孩子，有没有感动家长啊？好，哦，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啊，然后也祝大家明天啊周日，啊，愉快，啊，哎、欸，多陪陪孩子啊，陪陪家人，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